天呢，我们的是来干嘛的呢？我是来看一只可爱的小猫咪，生了六只可爱的小猫的猫妈妈，因为刚生完孩子，所以营养不够。然后我，然后我给他买了营养品。分肾。小猫喂奶，先冲奶粉，烧水，一律不走。现在开始，够了吧？你不烧开？168，比我的蛋奶粉都贵。小猫的话，我觉得两整勺差不多。之前做了孩子的营养师。大哥，谁是二哥，谁是三弟？这顺序是这样的，它有环子，它上面有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粉、橘，这就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。我们已经起新的名字，比如说清蒸、红烧、糖醋、爆炒、蒜香、水煮，一锅菜都齐了。视频的节点就是猫妈妈吃饱了开始喂奶工作，小猫很开心地在吃，辛苦喵。